就是我做的汤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会有不会撒的汤呢？汤池竟然被弹开来了。这就是弹跳甲鱼汤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汤竟然是固体的。淡淡的咸味，这是什么酸味？这奇怪的汤到底是怎么做的？首先我将甲鱼杀好之后下水煮，去除杂质后用薄盐调味，然后将它倒到挖空的哈密瓜里，连汤带哈密瓜在蒸笼里面蒸，如此甲鱼的土味和腥味就会消失，之后让它冷却，使里头的汤凝固。那这酸味是什么？那酸味的真面目就是浙江的名产盐渍梅。现在马上公布审查结果，选阿 Q 的话请举红色汤匙。阿 Q 阿 Q 阿 Q